静一下，男人受刑就要静那么久啊？哎，你们干什么打架？怎么鼻血都流出来了？我没打他，不关他的事。你看，靠，养妞而已嘛，我最讨厌了。我觉得还可以啊。按你妈个头啊！把你的牌九收好。还有啊，把我的麻将也收起来，还有桌子跟椅子全套。还！这还有啥呀？多谢洪大哥啊！别客气，陈梦吉吩咐的嘛，回头好好照顾他。快给我打！很厉害啊！哎，我师傅很厉害。请候选陪审员进来遴选。张雪生先生，你是参战之士，本席豁免你做陪审员的义务。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？歧视残障人士是有违法律精神的行为。我张铁生虽然双目失明，但一直以公正严明、明辨是非的心来处事。做陪审员是我的宏愿，你不让我做，我就告你。好的，我让你说，谢了。又有陪审员，又有法官，这么多人，究竟谁做主啊？对呀。你这算回答我的问题吗？好啊。主控官，各位陪审员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。